你成为西黑了吗？靠北。他会不会连打到镜子都不知道那是什么？毕竟他肯定是没看过嘛。管他的！我他妈玩这么久还没打到过镜子，我只有挖到过而已。你的第一个野生镜子，有第一个不错了，我他妈的还没看过嘞。安安，安，你知道西门打到镜子吗？我觉得没有很好笑。没有没有，真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好笑。OK。因为你大概是今天第800个告诉我的人。原来你知道。他进频道讲安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。别再说啦。相异盾头攻击速度好像不错，我可以背着练。双鞋可以了吗？我觉得不行啊，这垃圾啊，这鞋超烂的，穿这个真的是丢脸，不能，不可以，请你现在把它删掉，然后重做，完全不行。I can't do this just yet. 今天很火爆哦！你从早上睡醒，然后魔兽世界解个每日任务，就会有人命。博子，你知道西门打到镜子吗？然后走到下一滩怪，博子，你知道西门打到镜子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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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子，干你啊！我知道打到镜子啊！哦，没有啦，我只想找你打个大秘密保底而已。哦，对不起。哦，对，然后西门打到镜子。好像不错哦。那就原谅你，我觉得你的鞋子还不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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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哎，我们也是蛮好说话的嘛，是不是 ？Thank you. Blessings. 不是啊，我他妈的从早上起来一直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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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快中风嘞！欸，他那条是高尚的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好猛，猛的！阿伯子，你知道我知道什么？你好好说。你好，我买了一条新项链，你看。啊啊啊！嗯，哇，怎么那么强？蛮厉害的。这我六条全吃，跟神一样。有 VOD 吗？我不知道。没有。我只知道他打到镜子。那你知道？别在那你知道啦！哎，感谢阿宅，你知道下午的地震吗？哎，我还有没有感觉？你很帅吗？知道你也说，哎，感谢吃茶啥把抠？哎呀，帅当然知道啦，是不是？
博之，你知道西门打到镜子吗？博之，你知道西门打到镜子吗？你知道西门打到镜子吗？靠北，妈的，再来五个这种我就疯掉了，太狠了吧！好付钱哎，不错啦，我操，30块，我好亏哦。快中风了、欸！他真的打到镜子，好不好？没在骗，他真的打到镜子。这一季是他第二季玩，他打到镜子。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？What the fuck are we doing？ 我们这些没打过镜子的人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是不是不够努力啊？太夸张了！我怎么弄那个？怎么弄那个？打不到镜子还要被那个？他怎么不直接卖一颗给我啊？卖个镜子也好嘛！整天都在镜子镜子，是不是就该来个镜子了？其实你把镜子过滤掉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也这么想过。我曾经还有一次真的觉得我的镜子被过滤掉了，我还找了一个观众来，然后叫他丢了一个镜子在地上。直到我看到那个镜子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啊，原来没有被过滤掉，我只是他妈的脸很黑啊！干，哼，存钱买镜子在地上丢了10分钟，你也是很闲呢、欸。干，不过我说真的，我如果真的打到镜子，第一件事我应该是把它丢在地上。Risky choice. 先 test 一下，先 test 一下我的工具。不对啊，我如果看到的话，就知道没有坏了。先丢到地上听一下那个声音，先爽一下。还是我丢给你看一下，干，怎么感觉一直被伤害，太狠了！你玩那么久，怎么打不到？不是欸，我他妈的打不到，我打不到，我怎么知道？好像打不到是我的错一样 ，What the fuck？你很希望看到我的矮子出镜子，然后我出一块的画面。我就跟你讲了，如果我的矮子真的出镜子，我就出一块啊。不准笑！